苏木在山上搭的房子和我画出来的那座一模一样。哇！我以为被大雨困了一晚上的我们关系会有所不同呢，但从早上分别之后，他连一条信息都没有发给我。可看着学弟求婚成功，我满脑子都是跟苏木拥抱在一起的画面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可怎么办呀？求婚。那画是你画的呀？啊，对，我画的。哎，画湿了怎么办？啊，没事儿，不已经完事儿了吗？成功了已经。也对，没关系。那好吧。雨好像小了。哎，雨好小点。黎哥，要不先走吧？要不先走吧？啊，那你们先走吧，我再等等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你真不去了？我真不去了，正好我一会儿去拿素材，你们走吧。走吧，迪哥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啊。嗯，你小心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去开车，你在这等会儿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跑过了好几天，我就为等这场暴雨。老天真不给面，刚开始测就停了。哎呦，您好，您就是高博士啊？那为什么刚刚您没有跟我们说？我刚刚不是，现在才是。啊，您好，我是未来飞行的设计师苏木，这次找您是想请您协助我们完成一下飞行器的外观设计。我不跟任何人合作。不。我只是想请教一下你，想都不要想。高博士，这个飞行器是我和我同事设计了2年时间才决定推出的，是一个原创作品。我听说您之前的作品讲究的就是原创，您再考虑考虑。我考虑了，不行。哎，哥们儿，哎呦。你啊！哎呦，真是你啊！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那天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我这刚帮朋友求完婚，这不下雨了吗？打算换个地方庆祝一下。哎，你要不要一块去？我今天还有事儿，改天我约你，咱们喝酒去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呗，拜拜。赶紧去找别人吧，我是不会答应你。哟，小姑娘，嗯，你还没走啊？对，我这不是要来找您拿素材吗？不急不急，我还没剪好呢，等我剪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嗯，那太感谢您了。你把你家地址告诉我呗。哦，星月山山顶集装箱。啊、是吗？对。那好，到时候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嗯，太麻烦您了，叔叔。不许叫我叔叔，我要叫我老高。老高？嗯，合适吗？合适，太合适了。行嘞，老高。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哎，慢走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啊，你为什么说那儿是我家呀？哦。你不是要去那儿做冰淇淋吗？再说了，一个陌生人问你住哪儿，你就直接告诉他，不太合适吧？嗯，好像有道理。嗯。明天早上7点，你去我那儿。起不来，8点。嗯。
怎么又答应他了？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找到老高了。找到了？人在哪儿啊？刚才那个大爷就是。行，我过去。哎，他都走了。走了？那他说没说什么呀？问你话呢。先回去吧，回去再说。OK。你答应他了，我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不可能，我甜甜的脸皮绝对不可能那么厚，绝对不会。喂，怎么样了，苏木？签到高博了吗？他没同意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那好吧。这水怎么不够热啊？水不热吗？我给你调调。嗯，不热。热吗？不热。还不热吗？真不热。我来看看。嗯。什么不热啊？水不热。你都煲两个小时了，还能热吗？赶快起来吧，啊！休想一天。好像女儿在给咱做早餐哎，是哦，百年难得一遇，赶紧走，别辜负了女儿对咱的一片心意。出去。哎，等等！哎，早餐呢？跑了，跑了！来啊，一起吃！天哪，这，大暴雨，玻璃碎了！我就跟你说，这材质不行，这内部装修也不行。我是说。那个，这个房子改造空间特别大，这是上天给你的机会。喂，好。这儿做不了了，我公司还有急事儿，要不你去冰淇淋店给我做吧。哦。走啊。嗯，走。哎，你说女儿最近怎么了？哎，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，昨天在浴室啊还神神叨叨的，这今天一大早就起床了。不应该啊，这每天都是睡到大中午才起床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不会，你看他疯疯癫癫的，我还希望他抓紧时间谈恋爱呢。
一个女孩没谈恋爱又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考试的问题了？不可能，她也不是心理素质那么差的人。行了，别管她了，咱闺女啊，她自有安排啊。哎，嗯，一会儿看个电影去。哎呀，不了不了，先去店里，好吗？行。我一会儿就给你做冰激凌，你可以随时过来拿。嗯，谢谢。嗯。哟，来这么早，陪他上班呢？你说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？是不是上帝说了算？在中国应该是月老说了算。那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认认真真说清楚呢，还是应该不闻不问默认呢？我觉得还是得说清楚，不然怎么能知道呢？那你说是谁先说的？谁想说谁就先说。那你说，哎呀，姐姐，你这种问题，你问一个我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，你真挺敢问啊！啊？你说什么？来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小哥哥？才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只是最近在研究这件事儿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。你不觉得吗？那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刚认识不久，但又有点熟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那你想的挺多呀。没有，我就是想搞清楚。哎呀，反正我最近就是挺迷茫，挺纠结，挺犹豫的。我跟你说过吧，你呢是个倒霉体，他呢是你的小锦鲤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哎，我最近好像确实没那么倒霉了。对嘛，所以说你们两个之间啊还有一种玄学关系。玄学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就是那种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在那个。哎，你怎么来店里了？我不在店里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怎么还把早餐带到店里来了呢？就给你们带的呀。嗯。你没事吧？哦，你在家里不给我们带到店里，这不都冷了吗？哦，我有事儿，我先撤了。哎，拜拜。哎，我说吧，神不神道？神，真神。你老头真的油盐不进，我刚进去还没三句话就跟我呲儿出来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啊？他明天应该会来找我。他跟你说的呀？对啊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只是要在明天之前，我们得出一份设计草案，找个机会给他看看。哎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明天？时间这么赶？没事儿，我来帮你，就像我们以前那样，应该很快就能出个草图。
对，就像你们以前那样。我去买个冰淇淋。要我陪你吗？不用。买单，请稍等。小姐你好，一共是5200。多少钱？一共是5200。包送货吗？如果需要送货的话，一共是5500，需要送吗？你不送我也拿不回去。没那么多钱。我们店里是可以支持线上分期的，需要吗？来吧。好了，支付成功了。谢谢啊。你来了，我等一下，那他早就给你做好了，人不在。那我不知道他去哪儿，他没跟我说。知道你是来拿冰淇淋的，不是来找人的。知道你俩就是冰淇淋的关系，对吧？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付钱。好了，谢谢，期待下次光临。Thank you.
这么快？你怎么就买一个呀？你要吃啊？那我再去买一个。嗨，老规矩，见面分一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爸，这是一个。吃了吗？没吃，不想吃，太累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打球。哟，打球也不能不吃饭呀。哎呀，你没觉得女儿确实有点不对劲啊？她是不是真的失恋了？她都没谈恋爱，是什么恋？行，我一会儿啊去劝劝她啊。搞定。不错。除了最关键的几步，现在初步模型已经完成了。我相信有了这个，老高一定会跟你合作的。谢谢你。别谢我呀，我就帮点小忙，我可没你那么天才。还是多亏了你。毕竟你的专业是学外形设计的，可是你想出来的这些东西，我在学校里可没学过。楼下家日料店，要不要吃点？嗯，走。闺女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啊。是不是有点病了？哎呀，爸，我没病，就是有点累了。既然没病，下去吃点饭去呗。我不想吃。说什么呢？不吃饭，那怎么能长那么大个呢？爸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我看着你躺在这儿，一下就想起了你小的时候。我还记得啊。我第一次抱你的时候，就这么点大，这总感觉没过几年，一下子长这么大个了。爸，哎呀，我和你妈当年结婚的时候啊，我还是个穷小子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啊一点都不好。唯一啊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你妈妈。从来都没有嫌弃我。虽然说呀，这么多年我们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但是啊，我们特别的有成就感。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，爸爸就是想说啊，这个找对象啊，以后就得找个像爸爸这样的，不要在意对方的条件有多好，但是啊，他一定得对你好。无论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他千万啊不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。挑人啊得看心。爸，我以后啊一定找一个像你一样的。哦，不过像老爸这样的男人可不好找，得碰。对。哦，但是我要忠告你啊，谈恋爱期间啊千万不能太早的睡在一起。你爸，你这说什么呢又？我的意思说啊，以后不管对方是谁，你得要充分的去了解他。嗯，
了解他是干什么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啊。俗话说得好嘛，水能载舟，他亦能覆舟嘛。嗯，妈，这我知道。嗯，老公，哎，来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走了啊。啊，了解的，不爱说话，强迫症，爱吃我做的冰激凌，好像除了这些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他又不是我男朋友。好烦哦，好烦哦。强迫症还是这么厉害啊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是高中愚人节，米娅为了整你，把你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。你还因为这事儿半年都没有跟他说过话，最后还是在我生日会上你才原谅他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说当时如果是我给你弄乱的，你会不会还这么生气啊？会啊。你跟我姐不一样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？我朋友回国了，要不要给你约一下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真是因为冰淇淋？嗯。我记得我们没有点冰淇淋啊。我点的呀，刚才不是分你半个冰淇淋吗？现在给你补上。可我只吃那一种冰淇淋。为什么呀？我有强迫症啊。你也不要太有压力了，老高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再想办法。没事，我能解决。也是，你也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图纸出来了，你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